朕早就听闻，燕妃骑射机翼卓越，今日不妨比试一下。行啊，皇上，臣妾可是曾经射到过白熊的人。那燕妃今日若能真的射得白熊，朕便认输。真的吗？<笑>娘娘，皇上是给娘娘说笑的，大言是中原，哪来的白熊啊？<笑>那如何能算得输赢？ 燕妃就这么想赢朕？当然，皇上您答应了臣妾，只要臣妾赢了，就可以完成臣妾的一个心愿。那燕妃想要什么，可以直接告诉朕啊。不行，我得赢了之后才能说。那你想比什么，朕都答应。就单纯的骑马吧，以前方树林为界，先到先赢。不比骑射。 皇上，皇上，臣妾输了。你刚才说的愿望，若想回西燕，朕可不允许。早知道您骑马这么厉害，我就不跟您比了。<笑>皇上当年在一众皇子中，那骑射比试，他从来就没有输过。<笑>啊，那臣妾要什么时候才能赢您啊？燕妃聪颖过人。 只要你能喜欢上这里，便能赢过朕。您的意思是，以后会经常带臣妾来麓山吗？朕得空的时候便会带你过来。真的吗？金屋戏言。嗯，带燕妃歇歇。来来来。 皇上，只要一年，臣妾一定可以赢过你。 好。 燕妃生性洒脱烂漫，整日待在宫里，的确是委屈了她。啊，是是是。